好，这边是台湾讲中文，并不是你们。安了。好。你前面已经有一次公共而选的选科了，我知道。而且你听得懂中文，你不要跟我装傻。这边是台湾，不是香港。这边是讲中文，不是讲英文。请问一下，对啊，你们就会讲国语嘛？好了，你要问啊，我没有说我不会讲国语啊。来，断掉了。吹气球，你会的。是你要去测？你要去测吗？你答得出来吗？我可不可以？嘿，测完我要决定。不行啊。OK。那、啊、你不是之前有测过了？我。对啊。那我去测。好，那你去测。你罚单开给我。好。啊、可以吗？我们车子会扣回去哦。可以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